儿童节的秘密。哟，在看什么呢？哦，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。日子过得真快呀。这次你们两个小家伙想去哪玩啊？对哦，想要什么礼物呢？我要没错。哟，两个人还悄悄话呢。怎么样，商量出结果了没啊？就是要吃好吃的，还要买玩具，另外还要给个照相机，我们让我们自己去拍照。拍照，这个要求倒挺奇特。我觉得挺好啊，专家说练习摄影对画画也有帮助呢。就把你的单反借给朱迪一天呗，不过不能弄坏哦。绝对不会弄坏，放心吧。行，那老爸明天就带你们去吃香的喝甜的，买玩具还带拍照。哦耶，六一，瞧这两个小家伙开心的。还是小孩子好啊，还能过儿童节，老婆也有个妇女节。爸爸妈妈没发现我们的计划。这次你的保密工作干得不错，到了明天也要乖乖听我的话，执行我们的秘密计划，知道了吗？保证完成任务。这次我们一定要让爸爸妈妈都大吃一惊。笑得这么夸张，一点儿都不淑女了。不过两个小家伙，你们到底想在儿童节干嘛呢？哎，糟糕，我妈老毛病又犯了，明天得带她去医院看看。哦，明天我还想让你带朱迪和朱莱他们去过儿童节呢。啊，明天你不能带他们吗？哎，本来是没事，可是项目出现了紧急情况，我这不连夜在检查呢，明天一早就得去公司开会。哎呀，那怎么办？朱迪和朱莱一定很失望。哎，可惜皮埃尔明天也得去开会，不然可以拜托他照顾下朱迪和朱莱。欢欢也要带宝宝贝贝啊，让他带四个小孩会发疯的。对了， Cherry 吗？有个艰巨的任务得交给你，明天帮忙带我家那俩小家伙过儿童节，我和朱小明都有急事儿。那太好了，我一早将他们送过来，拜托了，电话联系。搞定了。 Cherry， 他行吗？靠山山倒，靠水水流，靠几不愁，可惜靠不着啊。说什么悄悄话呢？想吃什么尽管点，反正啊回头找你们妈妈报销。 Waiter， 帮我来份牛排套餐。你们呢？我们也点好了。好的，这两位小朋友点了五个鸡腿，五个汉堡包，五杯可乐，还有五包大薯条。点这么多吃得掉吗？我们不吃掉。我们，你别说话。 Cherry 阿姨，你不是说我们想吃什么尽管点吗？而且今天可是六一儿童节啊。点大肚子响。好吧，都上吧。真好吃啊。那就再吃啊，多着呢。朱莱，你不是已经吃饱了吗？对啊，吃一个好了，不饱了，剩下的要包起来。哎呀，这位女士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我去趟洗手间，你帮他们把这些食物都打包一下。对，还有多给点番茄酱。知道了，多放点番茄酱，这就为两位打包。朱迪朱莱，这是准备带回家继续吃吗？好吧，你们要买哪一个？这么多，不行，绝对不行。 Cherry 阿姨，今天可是六一儿童节啊。那好吧，不过为什么朱迪你有三盒玩具，而朱莱却只有两盒？这不公平。因为我和朱迪每人一盒玩具，还有三盒。哎， Cherry 阿姨说的对，那我这个不要了。
回去以后，我的借给你玩。季季姑姑说什么呢？不是每个人都有两个吗？走，阿姨去买单。耶！有吃有玩 ，Cherry 不禁开始羡慕起朱迪朱来的儿童节来。小孩的精力真旺盛啊 ！Cherry 阿姨，笑一笑。拍我干嘛呀？为今天留个纪念呀！啊，对了，还要去拍竹林和小桥，在那边。哎，朱迪，你慢点儿，别跑太远了。知道啦。休息一会儿。过会儿就送那两个小家伙啊回家。已经快五点了。朱迪朱来，我们要回去了。朱迪朱来，这两个小家伙跑哪儿去了？糟了，不会走丢了吧？糟了糟了，朱迪朱来，你们在哪儿啊？朱迪朱来。紧张的 Cherry 想，这也许是他过得最糟糕的儿童节吧。没办法了，找了一圈都没看见，还是先通知无敌吧。无敌啊，我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小弟弟，那些吃的可以寄，但这个冰淇淋真的不能寄。可是他们真的很想吃冰淇淋。对啊，他们好可怜的。Cherry 阿姨，你们这两个小家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一声不吭的跑得没影了，想吓死我呀！万一找不到了，让我怎么向你们爸妈交代呀？还好找到了，真是太好了。Cherry 阿姨，你别哭了，我们是看你睡着，我不想吵醒你。对啊，我们寄点东西，很快回去找你的，不要哭。寄东西？寄什么东西？寄给谁呀？无敌知道吗？这两个小朋友要寄一些食物、玩具和照片到山区去，这些都行，可是最后还要寄冰淇淋，这个就真的没办法了。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这些东西都是寄给谁的？是三个女生，她们是住在山区的三胞胎姐妹。她们都很穷，没吃过鸡腿，也没有吃过冰淇淋。她们也很用功，成绩很好，可是六一节连礼物都没有。电视里放了她们的纪录片，姐姐说一定要帮帮她们。山里都是岩石，也没有公园，所以你就拍公园的照片给她们看，还多买了汉堡和鸡腿，还有玩具。可你为什么要拍我的照片呢？因为这些吃的和玩具是 Cherry 阿姨你带我们一起买的，我就把你的照片也一起寄去了。Cherry 阿姨是大好人。你们这么一说，我都不好意思去找无敌报销了呢。哎呀，真感动啊，我就是山区出来的，没想到你们这两个娃娃这么懂事儿。给，这是邮费，里面是我的零花钱。对，还有我的压岁钱。不要了不要了，邮费我来出，真是两个好娃娃呀。我去找个最好的保温袋子，然后加个急件，就把这些东西寄出去。哦耶，谢谢叔叔。不用谢不用谢，叔叔向你们学习。喂，无敌。你的宝贝儿子女儿都在呢，都挺好的。过会儿就送过来。你们今天过得怎么样？今天呢，我过了这辈子最好的一个儿童节，谢谢你。冰淇淋在路上，汉堡鸡腿也在路上，玩具在路上，
爱与奉献一起在路上。